神的？哎，大哥你好。啊，你纹身的？我是纹身的，大哥想纹身的。啊，好，纹个啥？我纹一个大气磅礴的，精忠报国。哎呀，太有品位了，精忠报国，不是吗？我能成了不？放心，没问题。行，来，躺油。兄弟，记住，一定要大气，我喜欢这大气，明白吗？你放心吧。哎，来我这，你就放心。一定要漂亮啊！来我这都是回头客。哎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。现在我戴着手套，嗯，你消毒，嗯啊，戴上我的医用手套。大哥是自己过来的，还是听朋友介绍来的？自己来，看见门口有那啥，我就进来。别着急，我拿针啊。嗯。兄弟啊，记住一定要大气，我喜欢大气，对不对？放心吧。嗯。别说。好，大哥，嗯，好。走你吧，嗯，走，回爷们儿啊，嗯，来，嗯，哎，救命啊！哎，太疼了，疼啊！来，把油给我注意点，来，走，回爷们儿，走吧，哎，太疼了，太疼了，嗯。我是没有，没问题，还得四个小时。嗯，四小时？对。我闻到哪儿啊？刚闻到马蹄南去人北往。啊！